来这边，这边，看这边。来这边。还是说我们稍微换成拿吧。稍微换成拿吧。来这边，这边。好，中间，中间。正下方。好，往中间。中间，中间。来右下角，往上。往上一点，往上一点，这里，这里。来左边下方，左边下方。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左边就是拉丁马奖了，真的非常难得。那您从舞台剧到演影片，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角色让你最感动的部分，然后演出过程最辛苦的部分？因为其实每一次都在访问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是不断的在告诉大家，其实他这个角色就是我们身边永远都会看到的。那一种形象，说不定其实坐在你旁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就是一个刘三流。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当然他的角色的立体度让我觉得我很想要好好的去发挥，可是过程中其实也很害怕自己做不好，没有办法把这个角色完成得很立体。导演帮了我很多的忙，玉婷姐，然后还有石原姐的剧本写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徐志彦导演，那我其实刚刚觉得我忘记感谢评审，我脑袋一直在想的说我要谢谢评审，谢谢评审，可是我忘记了。我真的很谢谢他们能够看到所有团队放置在我身上的所有的用心，让他这个角色被成就。其实这个奖我不会带回家的，我会留给亲爱的工作室。好，那你刚刚讲有在台上，其实您的情绪非常激动哦，有没有什么刚刚还没讲，现在想要补充的，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跟我们媒体朋友来分享。现在也还没有想到，对，就我可能真的需我的速度就是比较慢，所以我需要再沉淀一下下。没有问题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没有。